嗯，这个小朋友什么玩意儿？这压着我难受啊！这压着我啊！哎，衣服被封了，这下啊来啊去！没有没有没有，拜拜！等一下等一下，不是你要干嘛？看，等你说完了呢。晚安。你倒是来啊！你撅着在那撅，你们来凭什么我来？那凭什么我来？凭什么我来？那就谁都不要每天都是我来，看你来了，你来怎么了？我要你来。你在这里干嘛呢？你什么你态在我房间干嘛呢？你这是干嘛？咬到了溃疡了，痛。你倒有胸部，痛！你，刺胸。你别在这演霸道总裁这一套。不是霸道总裁。谢谢创学姐妹，谢是。谢 XI 游戏的张姐，谢谢一空，谢谢姐姐，谢谢 C C，谢谢荣开，谢谢小文，谢谢星儿，谢谢大家。谢谢我叔叔妈，谢谢浮游，谢谢陈一包，谢谢大家。哇塞，满了，哇塞！这个，我说这个舌吻也不需要看得这么很提线，都留下播呀？现在吗？差不多了吧？我们本是要当着你的面吗？啊，不是当着你的面吧？当然呢，当然要啊。我们重连一下，重连一下。好色迷，你的表情。你们准备好那个？准备好了。你是有音乐吗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个我要有时长限制吗？随意。好的。谁说这样子还更方便一些？可以，这样还可以这个呢。你看，咱俩真的是特别有那种共同喜好，喜欢前后这样摇啊摇，摇啊摇。对啊，我们两个就是那种很奇怪的默契，我俩也不懂，就是我俩总有一些特别的癖好是相同的。渐渐的忘记感觉生要是这么喜欢唱歌的话。我不喜欢唱，我就是哼一下。用你哼的时间，啊？可以多请我几。那我们将会又被迫降。歌重还是我不？你重要啊，毋庸置疑啊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歌重要？我只是哼唱两句都不行。可是你一直在哼唱，你在掐我，别过分了。你每次都要掐我。怎么了又？别找我刺儿，行不行？我没找你刺儿啊！哼歌也不对了，哼首歌就问歌和你哪个重要？这个就像不，真的很，你确定吗？哎，没办法，不，我在哼歌，我在哼歌。凶不凶看他自己，他要是惹我，我不凶，我是什么？他凶的对，知不知道？我可不是任人宰割、受人揉捏的听到了那吗？种角色。听到了吗？我老婆可不是任人宰割，她只认我宰割，对不对？你要是惹了我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你要是惹了我，我也不由你宰割。啊？那你有了我呢？随你处置啊。深刻的质问。我在每个爱过的人，怎么就说了？继续说完。你做什么都是对的，知道就好。你要时刻铭记这一句话。你，哎，
好，忍无可忍，必须在你。你的连线列表里面抓一个最帅的，完了之后让他来连线连我，不管你是通过打 PK 赢他也好，怎么样也好，你要让他连线连上我，上来就给我那个告白。嗯，突然给我抓一个啊！我们快点去连一个帅哥，完成这个任务。不完成这个任务，感觉很慌乱。你现在用这种很平淡的语气说出来，你觉得我不知道你心里的小心思吗？我的妈呀！这么大一个帅哥坐在我面前，我还是要看别人吗？别跟我找钱，别在这儿给我贴金砖。我给你贴金砖？嗯，笑死！你什么都做。你不太好，你不太好。你自己联想，什么意思啊？来了，嗯。Hello， 小红。咱们打把 PK 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我拉了你，他进来不进来？我上厕所。天哪！我再拉一个。我是尿急，尿急什么？是咋了？到底？怎么了？一连到小黄，你尿急？我是已那怎么之前又不去上厕所呢？嗯。一连到了，刚刚是不是那个脸都要笑开花了？是不是都要苹果肌都要笑爆出来了？没有啊，都要爆到屏幕里面去了。没有啊，你确定你没有吗？我确定我没有。等会录屏翻出来了，如果有怎么办？没有。行啊，以后我连到我以后你别管我了，以后我连我也笑开花。你连那个谁他笑开花了？我连谁笑开花了？那是谁啊？是谁？你心啊？我哪儿笑开花？你没笑开花，你扭我干什么？开这种玩笑？我没有开玩笑。我的眼里只有。别人唱的那个什么，很开心啊，我是觉得满眼很的宠溺啊，我是觉得就是很搞笑，大哥，你呢？你是觉得什么？我是觉得很搞笑。你看你自己现在这嘴脸吧。我是觉得很搞笑。你是觉得什么很搞笑？你是觉得别人肌肉很搞笑？对啊，因为没有你的肌肉。怎么干上去？别碰我！别碰你！别碰你！这样吧，因为我要稳住去。啊，你。我也这样觉得。不要这么觉得，不要说拿别人来比，我只是怎么搞得像是我在吃醋了呢？没错，我就是在吃醋。我吃醋又怎么样了？可以啊，很好的。那以后我连着别人我也去上厕所，他就啊上厕所，你跟他说吧。可以吗？我还